If you want to harm Xiaowu, you have to step over my dead body first! Get them! Who dares to intrude upon the Martial Soul Hall? On the spot. You're here too? They're trying to capture Xiaowu! What a nice sentiment of weathering the storm. Shiva, give the power! Booming flows and thousands! Kim has the twin martial souls too? Looks a bit of it ends here. Use attached soul bones. Shiba, you speed! Shiba, get soul power! Chrysanthemum, little ghost. Just you guys dare to touch my son. Just try! How dare you! Your teacher is waiting outside the school gate for you. Click on the mission panel to start your journey in Soul Land. You're here.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during your time, but for now, let's...
Rotate the camera angle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 prompts.沈老师，这是我的学生，今天刚刚转学过来，麻烦你帮忙办一下入学登记。原来是大师的弟子，欢迎你来到诺丁。把手放在水晶球上，先测试一下魂力吧。竟然是先天满魂力，现在你的入学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如果还有其他疑问，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诺丁学院的毕业。学院毕业考核分普通和特优两个等级，普通毕业生升入中级。好，好。在你之前，我还受过另外一名老师。我来了。这是唐三，是你的师兄。师出同门，你们务必相互扶持。叫我小三就好。你还没办理过宿舍入住手续吧？走，柳冰老师负责办理宿舍入住手续，诺丁学院校服也是在他这里领取。咦？公，你的校服和生活用品已经准备好了，就放在旁边的箱子里，你自己清点一下。看看是你获得了一件装备，点击此处快捷穿戴。我叫小舞，跳舞的舞，是这里的大姐大。生命，既然你是新来的，小舞，来打架。使用攻击键开始战斗，换出你的舞人，使用反应力量和小舞对抗。小三一样，有资格做我的副手。看来你不服气嘛？来来，我们在这。明日，老师会带你去猎魂森林猎取魂环。老师在集市那边等我们。我带你过去。学院外的集市聚集了来自各地的商贩，十分热闹。老师让我们直接去集市上的旅行魂师行帐会合。现在，奇妙的旅行即将开始，请各位魂师大人做好准备吧。来一来看一看，猎魂协会协助猎魂，
猎一送一。前面就是猎虎，令牌正面的这个符号，令牌背面图案有六种，根据图案中标志数量不同，分六，标志数量越多。现在向士兵出示令。请止步，前方为猎魂森林，进入者必须出示武魂殿令牌。这是武魂殿长老才会有的令牌，长老阁下下令，还不速速打开大门。和大师对话了解情况。这里就是，要出来吧，罗三炮。这是我的武魂罗三炮，它嗅觉敏锐，最适合用来寻找魂兽。叫是曼陀罗蛇，从体长看已经接近百年了。曼陀罗蛇，既然你不需要，让给他们也无妨。走，我们继续前往森林深处，看能不能为你找到足够强大的魂兽。罗三炮好像发现了什么。是虎类魂兽的，从脚印深度看，应该就在附近，大家小心。是金刚虎，而且从体型上看已经有相当高，务必小心应对。是虎啸，虎啸范围极大，快找空隙处躲避。站正面，金刚虎略虚弱，我能控制住他。第一魂技缠绕，看到金刚，这枚金刚虎魂环属性均衡，很适合你。吸收你的第一魂环。闭上眼睛，放松身体，调整好呼吸的节奏，注意集中精神，摒弃杂念，仔细感受力量的流动。记得抓住诀窍，用自己的魂力引导魂环的力量。不用担心森林里的魂兽，我和老师会守护着你。选择更多按钮，打开魂环界面，选择第一魂环，装配你的第一枚魂环，返回魂环面板，点击魂技页签，选择魂环技，点击装备按钮，替换技能，点击关闭按钮。现在按照诺丁学院毕业规则，打开小地图，选择进入诺丁城区，点击诺丁学院门口，让我们开始传送吧。点击任务面板，继续进行主线。